欢迎大家来到黄总午夜场。话说在今天呢，台股开低走高，而且由黑翻红，这个样子呢，神乎其技吗？没有了哈。说起来，这个只是在我所预期的常轨当中，那个预期的常轨当中啊。那么说起来比较令人惊艳的在哪里呢？可以看到这一档宏达电在今天可以拉上涨停哈，在前两天才拉了一次涨停板，今天又可以拉涨停。这个真厉害的哈。那说起来的话，是不是因为这一次他们公司不是内部改组又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一切呢已经奏效了吗？来，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关于最近啊宏达电这个市场这个媒体对他所做的一个评论。来，我们看一下哈。来，前两天不是就公告了吗？哈，现在接下来这个王雪红要负责行销，钟明啊负责啊这个所谓的开发啊研发了哈。那等于这个执行长退下这个棒子呢，啊，就由这个王雪红他亲自来担纲演出啊。这种情况之下，因此市场大为看好吗？来看一下媒体就写着了哈，这是双头马车哈，到底是福还是祸？在这一篇这个评论我把它看过了哈，看过之后才晓得啊，这篇评论到底要讲福还是祸？告诉你，讲的是祸，讲的是祸哈，不相信呢？不是我在栽赃他了，来看到 here， 那讲到了哈。这一下子，这宏达电变成这个双头马车几率就很高了哈。然后内部人事、情轨这类的内耗发生频率也会升高。这个讲的分明是利空嘛哈。然后来再往下看哈，他说这一下子呢，只怕还要深陷困境一阵子哈。都说这宏达电变成跑得很慢的马车，而且呢，宏达电来进阶变什么双头马车，原本就跑很慢的马车了，现在变成呢啊这个所谓双头马车。讲的就是货，讲的就是利空啊！这种情况之下，股价跑很慢吗？哎，股价越跑越快啦，涨停板呢，涨停板呢，对不对？啊，好 ，OK 啊！如果单单呢这么一篇评论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呢，啊，这个或许啊本人啊不是本人，哈哈，那个写的那个人呢，他个人有什么偏见？好，没关系，再看一下哈，在今天另外又报了一篇了 ，HTC 提出呢新战略的布局啊，结果呢？啊，这个人认为的说这样仍然乌云密布啊，报了一大篇，比方他讲了哈，来这里，他宏达电产品设计、行销广告还有策略布局呢，三大策略通通错误啊，有三大策略通通错误啊，来你再往下看哈，来这个地方讲了，在2013年就今年了哈，在中国大陆有高达3.5亿只的智慧型手机，但这宏达电连2%都吃不到，那你晓得吗？在大陆来讲的话，他们现在呢，来，四大业者在哪里哈？小米啊、华为啊、联想哈，还有他们的酷派，你知道吗？人家这四间就包办大陆市场智慧型手机超过40%，结果宏达电哈说开始要进军这个大陆市场，这个样连2%都不到，人家他们自己人拿了40%，宏达电连两趴都不到哈。来，我们再继续看哈，这一篇还在讲他什么呢？来，比方说了哈，这个蛮有意思的。来，在之前所谓大新闻嘛，宏达电砸了大钱去广告 HTC 这三个字，找了这钢铁人啊，小老婆带你嘛哈，那结果却不见得凸显自身产品机壳一体成型以及强固的优势都没有，反而强调什么？只有强调他音响啊，而且是无厘头行销啊，所以到最后呢，他所要呢啊，要宣示产品这个差异化。这个差异化在哪里？这个产品的辨识度只剩下2个喇叭而已，啊，砸下重金了、啊、哈，请这个钢铁人来代言行销无厘头的广告行销，结果到最后辨识度只剩下了2个喇叭，这一篇文章真的对他来讲，对宏达电，来看到哈，还有呢，关于一件事情了、啊、哈，宏达电打算在明年要推出智慧手表哦，对，要推出智慧手表了，要赶得上这个流行哈。那么看到宏达电到宣布智慧手表，这个样子的一个发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了哈。那么这位笔者这么讲哈，令人十分忧心，令人十分忧心。来看到我整篇都看完了哈，所以 HTC 提出新战略布局呢，啊，乌云密布，啊，讲的好像一无是处了，哈。啊，这么说起来，反正通通是利空嘛，啊，常常睡到里头，完全看不到曙光。没有啊，人家今天只因为一则消息，股价拉起来涨停，创近期的新高。对，什么消息呢？听说这个中移动呢要入股
宏达电啊，入股宏达电多少呢？1成。嗯，结果这个消息呢，到我这个上节目之上节目之前呢，大概看了一下呢，这个双方都否认，双方都否认。那原来是不代表这个东西只是呢市场谣言吗？只是一场谣言而已。嗯，是真是假，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了哈。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呢？这我不晓得。我们只能这个样子讲，如果中移动这样入股宏达电，那么对他来讲，我相信了哈，这样的一个 power 呢，会比那个钢铁人啊，对，为他代言呢，来的还要强啊，来的还要强。问题是，人家现在双方都否认呢、啊。说这个东西并不是事实啊，说这个东西呢不是就形同谣言吗？对不对啊？如果形同谣言的情况之下，俗话不是这个样子讲吗？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智者，代表今天这个涨停板根本就是误会一场嘛，还排队13000多张排队等着要买，结果呢它只是谣言的话，谣言止于智者吗？我告诉你哈，谣言止于智者这一句话是成语，不是华尔街股市名言。它只是成语，不是华尔街股市名言。华尔街股市名言是怎么讲的？对于谣言，它是怎么讲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讲到呢，波浪，在我终极波浪讲义当中，不是这一本了，另外这本啊，《艾略特波浪理论精义：蝗虫半对数图解半本》在这一本里头，你看到列出呢十项，1、2、3、4、5、6、7、8、9、10，十项精义哈。在这十项经历当中，有一则，就是讲到华尔街股市名言，讲到关于谣言，你应该怎么处置？应该怎么处置？来这篇《艾略特波浪理论经历八新闻心理篇》往下看，华尔街股市名言 ：Buy on the rumor, sell on the fact。谣言在哪里？这里 ，rumor 就是谣言。谣言产生的时候进场啊，谣言被证实的时候出场啊，你管它谣言是真是假啊。所以你现在知道一件事啊，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不适用于股市，华尔街股市明明告诉你啊，谣言产生的时候进场，先不要去分辨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反正你就先跳进去啊。不是我在鼓吹你啦，我要讲说这个华尔街股市明显是这么讲的啊，谣言产生你就先进场嘛。如果说到最后真的证实说这个根本就空穴来风，根本真的呢空是假的，那一下子怎么办？那一下子股价大概也涨完了，大概该涨的也涨完了，了不了解？是啊，股价涨跌了哈，总不乏理由，通找到理由啦，对不对？你要它跌的情况之下，前波低点打到1、2、2。打到122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在那一阵子，是不是包括12的前夕，市场利空有多少，说它有多烂，对不对？今年看这个样子是要赔钱，明年甚至还赚不了钱，然后呢，然后它所有的资金呢，大概3年就会烧光了，是不是啊？这个讲起来的话，根本就完全没有前途嘛。所以外资把它纷纷调降目标价，调降到100块以下不够，有人调降到80几，甚至还有调降到70几。当中有，结果请问你打到12之后，到现在多久了？将近1个半月了，有在破底吗？没在破底，还给你拉涨停了，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呢，涨跌不乏理由嘛，跌的时候一定有理由，一定可以找到理由啦。涨起来呢，你说这一下子基本面根本看不到曙光，怎么找到理由？现在不就找到一则理由了吗？说这一个所谓的中移动要入股它不管是真是假嘛，反正就找到理由了嘛，找到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题材了，是不是？了解了吗？当然说这样叫做了解，没那么简单啊，对不对？只是让你明白到一件事，涨跌都不乏理由啊。今天不是靠这个消息面因此股价因此而涨或者跌的，事情不是这么一回事，股价会说话。如果说现在股价已经不破底之后开始好起来，怎么好起来的？股价怎么告诉你的？起码有些有迹可循呐、来，我们看到哈，这一个是宏达电的日 K 线，宏达电日 K 线哈，今天我们该好好谈一下哈，当作一个范例说明了哈。那么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哦，跌到这里之后，在最近我只提醒你一件事情它漂亮在哪里？漂亮的东西当然不是在业绩啊，漂亮的东西当然不是在公司那些目前所发布的政策怎么样 ？No， 都不是，漂亮的地方就在股价打了两只脚，
一二二之后再来打一支一二三点五还不破底，形成双脚，而且这双脚好在哪里？一支锐角，一支钝角，对不对？一支锐角，一支钝角，嗯，有意思了，有意思了。哦、我常讲嘛，哎，你不要判断这两只脚看起来是不是不太对称，一只锐的尖锐的，一只呢比较远的啊，这一下这种情况，这一下似乎长得就不太漂亮。哎 ，no， 相反相反，四七多空大图鉴，四七多空大图鉴，来，这个是早期我当时呢，国内可以说第一本啊，也不排除了啊，是唯一的国际标准版理论在讲形态学的，来看到啊，这一个。不是一个钝角圆底，一个尖锐的，好像V型一样。来，不管是双方或者双脚偶见搭配一个圆顶或者一个圆底啊，那么这种情况都表示什么？中长线的后续潜力较强，是不是？一只锐角，一只钝角，这个是绝配了，这个是绝配了，后续潜力呢更强，啊，对不对？啊，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看到，来，几年前我一样做股市形态学图形大精简。再把它重新汇编之后，嗯哼，在这里头我一样再重申这件事情啊，凡学过不要忘记啊。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些，那今天看我节目的话，你就学到这个东西了。来来来，嗯哼，有看到 M 头打底，这个是不是最简单最单纯的？但很多东西大家还是搞不清楚啊。来，你可以看到啊。打入底是由跌势失败第一波或者西波所造成的、啊、那么然后呢去打造双脚偶见一只锐角搭配一只钝角，那种盘底现象虽然比较旷日费时，但总赋予中线的掌声更加潜力，对不对？忠实观众朋友们，在最近呢，我们在追踪宏达电，是不是在跟他提醒就这件事？提醒这件事啊，于师傅呢，打从一开始我们就保证了他，于师傅呢一定可以成就打入底，于师傅他一定可以涨到哪里吗？没有这个样子跟你讲，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任何事啊！啊，只是有迹可循，你要如何追踪下去，对不对？如何追踪下去？比方说，哎，这个日 K 线看起来并不清楚啊，并不清楚啊，对不对？啊，没关系嘛，变成所谓的三十分钟 K 线。打从当时在这个地方，我就已经提示你了，这一只是锐角，三十分钟 K 线哦，这一只是所谓的钝角啊，一个圆底出来啊，但是你必须要先过哪里呀、啊？要过这个阶段短波里头给它反弹起来，第三小关在135过了的话，啊，在当时134.5再提醒你哦。隔天135过了，前两天呢、啊、股价拉涨停，对不对？啊，对半对数光卡的反应嘛，一过测就可以拉涨停了，过了过关斩将就给你拉涨停啊，不过则已嘛，过了它就拉涨停啊。好，这种情况之下，现在不只是过那个小关呢，或者是过那个小关哈、啊，你现在可以看到。必须要把三十分钟 K 线放大一点来看，更加清楚了哈。原来这里这一条就是颈线呐、啊，这一条颈线刚所计算是143到123.5，给它反弹起来，第三小关过了之后，现在连同颈线也过了，连同颈线也过了，嗯，一切大势已定啊，通通没有问题了。来，且慢啊，来再来，你再回溯一下哈，之前短波来讲163掉到122啊，这个打底之前就从163短波这样掉下来的。这样掉下来的啊，给他现在打造这一个所谓打到底过颈线，过颈线啊，过颈线情况啊，问题来了，他跌到这里给他反弹起来，这个阶段里头第三关，第三关，哎，我记得我算过了哈、啊，没关系，再算一次好了哈、啊，再算一次，来看到，嗯嗯，就那个阶段，就那个阶段啊哈、啊，嗯嗯。来，马上 OK， 一个数目字出来了，146，是走入146，所以你就晓得了哈。来 ，P3146 哈，不管现在中移动要入股宏达电是真是假哈，股价会说话，所以明天重点在哪里？到底这种情况之下，人家公司否认啊，明天否认情况下，他是不是过来就不涨了？或者他还有办法过关斩将呢？嗯，重点在这里了，重点在这里了啊。那当然，你说，哎、欸、啊，如果说了哈，啊，明天结果呢，啊，他啊就在高点这里附近而已啊，结果就上不去了，因为公司否认这件事嘛，啊，股价要打下，啊、打下来不见会死啊，过颈线之后，常常在怎样？常常在颈线上下再继续拔河，换手嘛，颈线上下继续拔河换手啊，了不了解？是不是啊？如果人家呢就干脆一点，给你过关斩将情况之下，好，不管是或快或慢哈、啊，我们做一个乐观的一个
假设拖延好了，真的成就导底，而且接下来它还可以追求呢，那所谓导底图形抽去满足半对数的一个满足点在哪里呢？来，导底给它真的成立，来，半对数满足点在哪里？在哪里啊？所以如果说真的呢，有做这档股票，包括很多人被套牢的，我希望你也好好看了哈。嗯哼，一个数字出来了，168，168，168块，168块。我不是在告诉你答案了，我告诉你图形测距满足，关键标准满理论在哪里？168块。那168块的话，它回到刚所讲日 K 线嘛。啊，日 K 线上头你就发现一件事了，如果它真有机会到168的话，来看到图左边这个地方啊，当时下跌途中跳空跳空跳空，这些缺口空方护城河对岸在那167.5，因为你现在已经算出来一个导底满足点是168嘛，对应这个167.5哈。好 ，OK 啊。除此之外，既然你看到这张日 K 线了哈，啊，你说之前跌那么深啊，305给它跌到122啊，啊，然后从这个地方再起来反弹啊，就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当然都大了哈。这个中期背景给它反弹起来，第一关在哪里？第一关在哪里？现在连第一关都还没到啊！啊，如果是第一关的情况之下啊，第一关哈，来来来，不懂半对数三分线。你对指数股价没概念，一个数字出来了，173，啊，我们用蓝字写好了哈 ，P1 等于173，话说回来跟168也差不了多少啊，啊，所以两个把它结合一下，简单来讲大概就170附近嘛，对不对？那说起来的话，哎，这个是三重的压力，167.5、173、168都差不了多少，大概在170附近那个地方就是一块重地了，股市《孙子兵法》里有所讲的啊。来，股市《孙子兵法》8519地讲到什么？种地就一定呢过不了吗？没有啊，有办法你就要种地则略，有办法你就要种地则略，对不对？啊，如果那也是目标，改天到那个地方当然有压力啊。啊，那块种地能不能克服？有办法克服的话，啊，那一种情况之下，啊，对它中长线造化呢，啊，那个改变才会大，那改变才会大哈。好 ，OK， 那你同时看到一件事了，那你看到这里很多跳空缺口啊。啊，请问如果就跳空缺口来讲的话，一个重点在日 K 线哦，跳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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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哪一个是周线跳空？哪一个是周线跳空？我告诉你了 ，here 这一个 ，here 这一个，这个就讲到如果改天呢，他有办法连那块重地都做突破的话，那叫造化更大，造化更大对吧？日 K 啊，在这个缺口是周线跳空，然后何以见得呢？看周 K 就晓得，这里周 K 周线跳空不这里吗？周线跳空不是这里吗？啊，那种情况之下代表什么？代表说，就是那个中期大反弹里头就来到哪里了？第二大关是193，第二大关193，大概这里嘛 ，P2 193嘛，对不对？啊，刚刚所讲的 P1 P1 的话是173嘛，173又对应这一个最大空周 K 哦，空头板图基点。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这里又对应这里压力啊？是不是啊？最近的空头板图基点在哪里？148.5啊，148.5又对应什么啊？148.5不是对应刚所讲的吗？就这个短波起来第三小关146啊，明天能不能顺利过关斩将呢？啊，不管行不行，我没有告诉你答案，重点在哪边呢？跟你做学理探究啊，这样就跟你分享很多，希望你得到更多知识。那至于呢？刚所讲到这个图形，还有更妙图形在那里，楔形，楔形，我在讲什么东西？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抛文有根据，慎言且自律，对谈要礼遇，沟通才效率。原创要尊重，三思才当漏，平宽是共用，畅通才会送。Online 任我行，笔谈不攻击，自律同理心，守法好公民。Everybody 李一通，你好我好大家好。Oh yeah.
信达投顾真心照顾，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信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预防狂犬病，请不要接触猎捕或饲养野生动物，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并立刻用清水冲洗消毒伤口，赶快就医。爱它就要带它去打疫苗，更不要抛弃它哦。预防狂犬病，多点警觉，多点安心。相关疑问请拨1922防疫专线。讲完那个宏达电呢，哈、啊，漂亮的一个导底之后了哈、啊，那么最后时间短短时间呢，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楔形，叫做楔形啊。那什么东西叫楔形呢？股市形态学图形大精解，嗯哼，这里头翻开啊，翻开来看一下，来，哎呀，这个字念作楔啊，楔形的乾坤大挪移，楔形的乾坤大挪移。为什么讲到楔形呢？来，看到昨天。我的传承标题：指数的上倾楔形，以及股价的下倾楔形。嗯哼，乾坤大挪移，乾坤大挪移啊！在昨天呢，我这边传承里头跟会员副主解说，当然就包括了大盘加权指数以及股价。看到大盘加权指数三十分钟 K 线，嗯哼，对，那个东西是不是楔形？还有呢，啊，如果反过来看，这一个股价哪一个股价？TPK 三十分钟 K 线，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反过来的下行楔形？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那么来，因为讲了宏达电了嘛，啊，一样就对照一下这个 TPK 哈、啊。那 TPK 呢，一个情况之下，在之前我讲一件事啦，宏达电不破底了 ，TPK 会不会破底？会不会破底？我说一个问题啦，在当时我所讲的哈、啊，你单单的前面不要看这个地方这个阶段，如果五波四的话，还少一个五，还少一个五。那把它变成三十分钟 K 线，那或者一二三四五，能不能笑把宏达电不要破底呢？一个问题我跟你提出了哈，它的一个筹码结构面不好，为什么？融资一路摊平累增，是不是？融资越来越多，融资越来越多，于是呢，结果那个五破底了，那个五破底啊，像我所描绘跟会员描绘的一个情况，会不会下来是一个下行楔形，然后再来乾坤大挪移呢？来看到这一个一二三四五下来之后。下来之后，这个到今天，它要下更低也行呐、啊，结果也没有。要下更低到哪里去？心中自有一把尺。结果你看到它已经拉起来之后，给你这个样子，哎，是不是楔形完成之后开始进行乾坤大挪移呢？在此我不敢跟你保证任何事，但是话说回来，你要是有 TPK 的哈哦，如果现在再来，它再跌破216就不对了，再跌破216，这样再跌破它就不对了哈。那话说回来，你如果真有它，而且还被套的人。最近如果当还没破216之前，你不妨去报；没有破216之前，你不妨去报，看当会不会有更好的造化？看当会不会有更好的造化？相对来讲呢，啊，大盘那个上倾楔形呢，前两天跟你描绘这种情况之下嘛，你始终认为中央回头马上要死掉了吗？啊，我说要是他有办法，这种情况在这里，像你看到吗？这种情形之下，请问他还能不能创高？还能不能创高啊？如果创高的话，应该怎么样？兴高采烈吗？创高的情况之下，就别忘了要做的那件事。我已经跟他做了那么多学理探究。如果你现在就想跟我跳到时候，而且你如果这些学理你缺哪一样，你想懂什么，要跟我同时打电话来，告诉我的助理。
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是陈彦博，每次极地冒险，安全是我的坚持。我喜欢冒险，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只要喝酒，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我不喝酒，我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朋友。啊，出来了。或找亲友接送。拜拜。也可搭乘计程车。拜拜。只要喝酒就不开车，交通部关心您。真心照顾，02-2781-0909，2781-0909。生命是友好，这每个礼拜这个时间哦，看你是想去采访啊，还是要回？